当我把男闺蜜的口罩染成黑色时，我怕你搞快点，人家薇薇还等着我们呢。慢条斯理，是不是你们腿残一面的薇薇啊？对啊，口罩快戴上。等久了吧？没有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发小吴阿潘，这是我大学同学薇薇。单身我把握住机会。他应该是习惯了，对不起。和你视频一样，感觉很幽默。他不仅视频幽默，他本人更幽默，更有魅力。哎，我了、哦，这纸有点重。你们要是开心了，千万要喝这个大于等于酒的气泡酒，这样才够味。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喝口大酒，释放一首，干杯呀、yeah! 我感觉你和我一个朋友好搭呀、啊、真的大把的酒过来一起抢五个三他这个温暖当你没有胃口吃饭，有个专门为你开餐厅的男闺蜜，是种什么体验？走啊，不是出去吃吗？干嘛呢？出去吃。嗯。当当当当，红花盆大排档。啥玩意儿？你太小了吧？你玩这个？想吃什么？我长出这点。还有菜单。吃点开胃菜不行？这什么？是您的82年的卡布奇诺。小伙子像模像样，你说还挺香的哦。哎，后面可别着急，我吹。人家根本没说话。世界变化不停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你咋说你天天不吃饭呢？但是我最近胖了3斤啊。你哪儿胖了？没有胖啊。他说了不好，他说了风都吹得倒。没关系，至少有这首歌我再唱给你。嗯，好吃、啊、那我再给你做一个。对了，我们这里还有节目，你看看变脸还是喷火啊？炸干嘛？按时吃饭不吃饭你就变成大坏蛋。你还等什么？时间已经不多，再下去只好自作。有个电信男闺蜜是种什么体验？永远把我当小孩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物业检修，你不要一个人给他开门呐。嗯，你就说大人不在啊，记住。嗯，知道了。千万记住。知道了。觉得我智商只有3岁。哎，等一下，开水不能直接喝，烫嘴，凉一下再喝。会把危险留给自己。哎，你走里面啊，你走外面干嘛？外面还在吹啊。知道我不吃葱。你这碗怎么有葱啊？我帮你留。没了，你吃吧。还有，考过了没有？没过。我给你准备了东西。什么？当当当当。考不过就算了，我当你司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嗯？你就觉得我考不过呗？你没过，没过的嘛。但是我过了，我过了，你想不到吧？我过了。过了有过了的过法。牛牛牛，不愧是牛。